来，彩杰这边看一下，这边。谢谢。平安姐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平安姐这里。手东西，手东西，来，请。喜欢，因为它还是用黑色灰色在主题，可是这一次的惊喜就是它用了很多红色的 accessories， 我觉得很好看，也显出了女性的那个 passion， 那个魅力，我觉得特别棒。如果用三个词描述 Moenco 这场秀勾画的女性形象，你会用哪三个词呢？她很真实，很有自信心，是因为她知道她自己是谁，我觉得这三个，对。